这边是 Kohler KEC 体验馆，为您展示的是我 Kohler Practice Space 迷你浴缸。因应台湾市场需求，由于比较居住空间的话相对坪数较小，但是很多人又有泡澡的需求，因此 Kohler 推出了这一款 Practice Space 迷你浴缸。那我们看看吧。这款浴缸它的特色是它的宽度的话只有85公分，深度的话约68，那高度的话约大概是75公分。也因为它的高度比一般的浴缸再高一些，因此我们设计台阶方便进出，也相对比较安全。在泡澡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它的浴缸的高度，你现在跨进去之后呢，这个高度刚好落在于我们的胸口的位置。那也因为泡澡的时候，我们水位尽量不要高于胸口，避免如果有不舒服的感觉，因此它这个设计的话是有符合我们的人体工学。另外的话，看到它这边也是有坐垫的，你可以直接坐在上面去做一个泡澡的使用。那也可以看到它的落水口的位置，这款比较特别的是它落水口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我们的一般的落水口，浴缸落水口，另外一处呢就是会在我们的浴缸的外侧，这里也是一个溢水口的位置。那这样的好处呢，是在于比如说家里的原本的浴缸的空间，他想要做装浴缸的话，就不用额外的翻修工程，只要空间尺寸有符合，您就可以直接将这个浴缸安装在您的家里面，方便后续的使用。另外，这一款也有推出宽度约120公分的小浴缸，符合您各个空间的上的需求。以上是我们 Flexi Space 迷你浴缸的介绍，谢谢大家。